的钱花了花了花，你看人家这，你说小心眼，别人也没过，人家怎么能有那么多钱捡呢？啊？受不了，就那天那个，我来的地儿。对，他说了，我刚才第二天他打电话来了，你还在迷糊着睡觉呢。打电话就在那聊他那个什么事儿，嗯，真的。不是他，我就觉得他内心有点空，可能你说我们不会难受，对不对？即使自己在一块儿，也不是很难受。不是你一个人待着，你看你看你也闲不住，跟那富太太那女的，你说有人享乐，一看那俩形象。Average of 12. Nice. Okay. What?